知道我们一家人去哪里吗？非常的高兴哈，今天，我们看好的那个房子，新房子，终于在今天准备决定签合同了。现在我们是去那个律师去找律师的路上，准备签合同。Are you happy? Yes. Are you happy, everybody? Yeah.买新房子了，经历了大概半年的时间，以下的视频呢，就来听我慢慢的讲这个买房的经历哈，换房的经历，在爱尔兰换房的经历。还有一个消息就是，我老公的脚也比原来好很多了，然后核磁共振也做了，应该医生这两年会拿到结果，回头会给大家，我们也会继续问一下到底这个脚怎么样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基本上到市中心附近了。这些都是老式的建筑啊，都不定没有什么新房。Jerry, that house is people's house. It's expensive, right? Yeah. It's too busy. It's town. Too busy. Big houses. This is just a normal day. Look at the traffic, you know. 你看这个，这都是老式的建筑，这已经靠着市中心了。你看这堵车堵的。所以大家现在的原则就是尽量能往外搬就往外搬，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日子，还不是个高峰期，路又小。所以今天是阴天，这个是使馆区 ，It's a hotel, right? Hotel, yeah. 这个是一个 It's famous hotel, right? 这是一个很老式的酒店 ，Yeah, it's famous. Look, 你看这个是使馆区，房子都在卖，这个是卖掉了。然后旁边两个在卖哦、oh, ，the apartments， 三个嘛，三个都在卖房，这是使馆区。Three apartments. 其实这个房子我们在11月份就已经看好了，然后到现在才正式的签合同。这爱尔兰哈真的是什么都是蜗牛速度，只能用蜗牛来比喻了。哎，不管怎么样吧，总算是一件大事落定了。哎呀，我的对，你看这个吧。像狗狗，你是学狗狗，好热呀！你不热吗？穿那个衣服，毛茸茸的。不热，你是一个狗狗。哦，你像一个毛茸茸的狗狗。你看胡亚这个傻闺女，这个傻闺女。So, I do it like. It's like a hair dryer. It's like a hair dryer. 在做狗狗啊。你看到我的头发吗？我看到了。It's like 脚不痛的，走路都带劲多了。你看，到了那个律师楼，小心啊！一个 different one. Quickly.现在去买那个家具，去看那个木板，好慢，那工人啊，预约啊，装木板什么都很慢，所以我们提前看一看，先定好什么颜色的木板。这里看起来还有点像北京一样的啊。It's mostly business. 这个是商业区，是爱尔兰的装饰区。哎，这里有点像中国呀。对，因为爱尔兰没有什么高楼大厦，就这一块还可以看到一些高楼大厦。今天我们来店里选那个木板，不太喜欢地毯太难清理了，觉得老觉得是脏脏的。我们选的是这种的普通的这个颜色。然后我老公在那里算看多少钱要预定，他们派工人去安装，所以要早点弄。刚当时我们买的时候啊，第一次来这里，我还觉得是在山上。每次开回家这条路，我都觉得好像是不是在山顶啊？你看都可以看到大海，然后。这几年过来了以后，人也越来越多，现在也是慢慢的变得拥挤了，我越搬越远了。